来看到云林，讲今天的空气品质真歹，主要的污染物是这微粒的 PM2.5。啊，环保局有那通报讲，提醒云林的学校也是民众，较减少伫外口活动，出门爱一定挂嘴安。一片雾茫茫，林建都只有200公尺，因为受到大气扩散条件不好影响。十二号云林县空气品质歹，全国的空气品质界感染室的提醒，含红黑等级。环保局启动空评不良应变。上午9点的时候，密切注意到说，县内哈，几个空评测站的数据了哈。那这当中哈，斗六测站它的 AQI 值高达153哈。那另外在仑背跟麦寮哈，也大于100，高于100了哈。那我们局内哈，就立即启动哈相关的一些应变作为。环保局表示，以固定污染源来讲，已经协请未了电厂配合主动降载50%。至移动污染源的部分，会透过稽查加强联检，来加强防治空污。妈妈上通报教育处卫生局来做应变，都是会挂这个空评的一个旗帜，也让我们的师生能够很清楚，今天在室外的空气品质是不佳的啊。那所以我们的因应措施就是减少室外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机会和时间。所以像所谓的体育课，那我们就会建议班级就到我们的活动中心体育馆。环保局表示，目前正是春天和热天的交替时期，环境风场属于偏东南风。云林县因位于避风面，风速偏细，酷暑条件较歹，污染物就容易累积，这造成水分微粒浓度的偏高，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。若需要出门，需要挂上嘴罩，做好防护。记者吴宁报道。